上课，同学们，哎，怎么那么多同学没来上课？老师，都是因为你昨天凶他们转学了。切，转学就转学，少几管还太轻松。好，公布一下昨天的成绩。我挨个挨个转着说你们的成绩。你抓住一五十，一八十九位。就差一分就得90了，咦，看啥呢？手机看的，怪不得。你知道你考试多少？多少？30分，怪不得你考那么多，都是手机了。咦，100 ，yes。哎，等会儿，我看错了，你是5分。啊、哦，100，人家看手机，人家都能得100，我说你们这些人。88，耶！100，耶！160，啊，高几个？你呢？100。好，全班同学就这么写。老师，其他的呢？其他同学都转学了，说他们城里闲着了。好了，那就先到这里下课。没有我理科，没有我理科。好了，现在视频也就到这为止了，小伙伴们。